台中县关山镇圣十字架疗养院成立已经有52年，是由一群来自瑞士、奥地利等地的圣十字架慈爱修女会修女，带着原住民护士照顾慢性重大伤病及卧床或家人无力照顾的收容者。由于他们坚守岗位，努力奉献，就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台湾人，因此大提琴家张正杰5月1号在结束了他在桃园的演讲后，立即搭上普悠马号直奔关山，为他们献上母亲节的祝福。包括台中各地的14位修女都特地赶到关山参加这场难得的音乐响宴。晚上的活动由关山在地的虾米乐团开场，随后张正杰与钢琴家王乃嘉以耳熟能详的《天鹅》开场，并演奏了多首台湾民谣，让修女及满城的民众陶醉在美妙的音符中。放下手边忙碌的工作，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教堂哈。这次的关山就因为是各位修女的故事，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张校长，在一个月前告诉我这件事情。其实最近我非常忙碌，我昨天在国家音乐厅有2场音乐会在大厅，结束以后今天已经安排了1年的企业的第二代演讲在桃园。在这完全不可能的行程之下，可是我还是希望能来这个地方。我的伴奏王乃嘉问我说，今天我们应该穿什么服装，我说是最正式的，因为我们要为这些修女他们的奉献致上最高的敬意。我们觉得各位修女，你们就是台湾的母亲，你们都帮台湾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就像母亲一样的。我特别选了一首这一个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，他写了一首在写这吉普赛曲集里面的一首妈妈教我的歌。这个妈妈教我的歌写在吉普赛曲集里面，我觉得特别的强烈。吉普赛人流浪民族，那个妈妈跟小孩子的感情一定是特别的强烈。我想用这首曲子献给各位修女们，谢谢你们把台湾当作自己的小孩，谢谢你们为台湾像母亲一样的奉献。弟弟和妈妈教我的，谢谢。3:15的火车一起下来这边哦，特别特别要跟在座的修女致上我最诚挚的感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一位修女，一张 CD 是我的专辑，我希望你能带回去留念，也带回去感受一下台湾人对你们的感谢，好，音乐家对你们的感谢。当我知道你们的故事，我都觉得很感动，我马上过来，我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再为你们来做音乐会。祝福你们的事业都成功，在我们的祈祷中，我们会记得。